我们的口号是吃哪走哪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，锁定方位，主义开胃，主角飞鱼子锅饭，配角葱花汤，友情客串萝卜、辣白菜、豆芽、鸡蛋卷和巴兰丁十二年威士忌等，导演德里克宋，动长有感五有感，动长有感品有感。我们的口号是光盘行动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，坚持到底，奔向光盘。现小现卖。鱼子的食用功效为一，是人类大脑和骨髓的良好补充剂和滋长剂。二，可防止脚气和佝偻病。三，促进生长发育。四，防止眼疾。禁忌人群为一，中流患者不能多食或者少食。你有病，你有病。二，有炎症的患者也要注意少食。三，老人不宜多食。No. 价格为8000韩币，10000韩币等于7.5美元。